他还在干嘛？我在打扫卫生。我们走之前要不？准备走了，所以就要弄干干净净一下。我们到时候去回我家一个月多嘛，然后才回来。就感觉这点我们做饭的时候很僵，我刚烙了一下了，现在就是下面这里还僵，我再弄一下。对，弄干干净净回来。每次我们做饭，它都被碰油啊，东西要在这个上面弄那种去油的，对，一擦就掉了。嗯。以后老爸还要给别人卖，然后还要别人处理。对。跟原版。比原版一样是吗？对，我们因为我们刚进这个家的时候是老爸从来没给别人住过，这个家是我们来的时候是新家的，对，是我们打开新的，所以现在我们用哪里僵了还是哪里坏了，我们要负责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和，我现在和刘刘就准备出去了，家里我们都已经打扫好了，我们的行李就这，然后我这边行李只有那么多，然后就这次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打算好了，之前我们就是回家然后在河内买很多东西嘛，然后回我家我发现我家都有，所以这次我们有经验了。你家在县城嘛？对，所以我发现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回电变省，然后才开始去买一些礼物啊东西给我家庭的，然后现在不用带太多东西。对对，那个箱子太满了，放都放不下了。对，所以呀，我们也是这次我们呢去车嘛，去车可以带多东西，这样会方便。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地上啊，就是都搞干净净，然后这边的大厅也是，对，全部打扫了一下，我们都打算好了，干干净净了。看看我们的这个旁边，对，卫生间里面还弄的，卫生间也空空荡荡，也是基本上都弄干净了，对。我们把这个床也已经包起来了，嗯，我的东西全部打包。对，因为明年来我们可能就要搬家了，所以我提前把它弄好。现在只有旁边那个房间阿草还住在那边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动。他到时候回家过年，他会稍微整理一下嘛。对，我们现在看时间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我们就准备一下嘛，最后再准备准备。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大家看一下行李，这个是阿和的小包，这个是我的大包，还有一个大的行李箱。阿和，还背个小费啊。阿和还在吃了个巧克力，晚上不敢吃太多，因为他那个车中间基本上不停，吃喝都不敢。这个保证我不会被怎么的？高血压是吧？我们现在在等车。车等一下从那边过来，打个车，我们直接到汽车站，然后今天晚上是卧铺嘛，睡一晚上就到了。那个车的，哦，他等一下应该来了，等一下来了啊。来了，他在问路。是这个号码吗？车码。对。465 83。对对对。OK， 好了，上车了。我们到边塞了，现在我们就去找一下电边的车。对对对对对，这边这边，我问一下，好像是。啊，整台不是这个车，找一下车的名字，是整台，是整台。我现在找一下，真难找啊！他这个去建边府的车有好几辆，要找指定的那一辆车，这黑灯瞎火的不好找。
也有可能就是车还没到的，我刚打电话打不通。打不通，他没过来啊？但是七点半了，他怎么能啊？很为难哈。嗯，刚才我们问了几个人，他们说就在这边哈。但是我找不到车的名字呀。那都看一看吧，我在旁边等你，你去走一走好吗？这边车太多了，而且晚上的时候视线不是很好，所以看不清楚。而且我推了这么大一个箱子，哎，走吧，继续找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前面这辆车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想吐了。为什么想吐啊？闻到这个车的味道就。你要不要喝晕车药啊？晚上。现在晚了，买不到晕车药了。刚才在那个药店，他说只有卖呀。总碰到水的，所以太麻烦了啊、哦！对，不方便。我的意思，他这边有没有晕车药？问一下可以。嗯、啊，等一下我们坐这个大巴车。那有车开开。哎，正好这人、嗯，他是到时候跑着卖小东西的哈、啊。买点晕车药。卖的乱小东西。我开了。我看一下这个。15K。好大呀！嗯，这里太黑了，我看不到啊啊。小林，小林，你说吧，小姐。等他说。车有没有水？嗯，他说要吃点，吃点东西是吗？你有东西，有东西哈，怎么样？还有一个巧克力。那个、不，那个太甜了，那个是巧克力。他和直接在这儿买了一个面包，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喝这个药。药。好久不去厕了，我现在感觉很可怕。是车站旁的一个小卖部。我们的车就在前面那边，突然刚吃点东西又感觉肚子不舒服，去了卫生间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来来，赶紧喝这个药吧。嗯，我不去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吃不下没事、嗯、先把药喝了。嗯，它有三种药，我看了有三种。你看你喝哪一个？不是，我刚问了，他说一起喝。啊，一起喝呀、啊、对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。你确定要一起喝？我感觉喝一个就行了，它是不同的类型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健胃，又不舒服。不是，胃有点胃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别紧张嘛。我不紧张啊，突然就准备等一下在车上，我害怕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不能喝点药，不知道舒服还是不舒服。你确定喝三个呀？哦，他说嘛。刚刚那人来这边了。对呀、啊。我问是那么多药吗？都一起喝吗？他说对呀、啊。第一次见到三个不同的晕车药。嗯，不一样的。嗯，你看喝这个怎么样？好棒。嗯。嗯，是太紧张了还是什么？突然出来了，肚子不舒服，老是往厕所跑，然后又害怕晕车。那还有一点点了，要不要吃完面包？嗯，吃完吧，因为他的车。我刚才他被鬼推的，就是今天我被掉下，然后都去肚子都消化完了。对，所以吃完吧。水也都出去了，所以我的手发抖是吗？嗯。吃完我们就赶紧去吧，那车估计快开了啊、嗯。就这里就行了，他这有个垃圾桶，这里。给大姐姐免费，这个厕所还有个费。对，而且今天晚上坐一晚上车很难去卫生间的，我有过经验。上一次去阿和家，因为坐这个车把我憋得受不了，因为它迟迟不停，中间只停一次，所以后半夜的老是想上厕所，太难受了。这一次有经验了，我都不敢吃东西，也不敢喝水。不应该吃，
对，吃饱，嗯，不能喝多。因为他要吃米饭，干的东西。嗯，走吧，我们一边吃一边过去。等一下，那边会高很重。嗯。还有15分钟吧。差不多，对。啊，你刚刚去厕所那边还收钱吗？这里收3000。三千呀？现在是1块人民币吧，不到1块人民币。哦，所以在这个车站上卫生间要准备好零钱。嗯。哎，我们的车呢？走了。那、啊、后面那个是吧？那、啊、后面呢？后面好像有一辆车。走了，我们行李都放上去了，这找不到车才是事呢。好了，现在舒服一点了吧？嗯。刚刚感觉，那回车上就睡觉吧。希望今天晚上顺利一点，好吗？顺利。兴奋。兴奋干嘛？兴奋走起来。兴奋走起来就不怕车。嗯，车在这里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上车了。